今天我要做一个叫做黄金蛋炒饭。它先装水，装到二，装到这个二，第二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现在就把它拿过来，你看哦，把它放到这个 instant pot 里边。现在趁我们这个还在煮肉的时候，我就先把这些材料已经搞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洗葱哦，现在要切葱哦。好，现在我要打蛋哦。其实这个是当备用的，所以是来拿饭的哦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切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把蛋捞出来，这边两个金蛋，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用手把它揉一揉，先粘在一起，记得要轻轻的，不要太用力了，这样子炒起来才会一颗颗的。先爆香，就是把那些刚刚去白色的葱的地方放到一边炒一炒。好，先炒一炒，然后现在要把蛋加进来了，开始煎蛋哦。开始倒饭呢？哎，我们不是开始，就是要倒饭。现在就要加葱了，倒进去，再继续炒一炒。现在就要准备加胡椒了，叫做白胡椒，没有白胡椒就可以用胡椒。现在拌匀了以后，这个黄金蛋炒饭就做好了。